加速。站住内圈，站住内圈。哎，那个谁跑到草地上去除草啦？莎莎。哇！哇！没关系，先练习，先练习。不急不急，关关关关，关关也跑到草地上面去除草了。第一圈要那个稳扎稳打。就是只要稳扎稳打，我觉得。手好像有点受伤。阿姐，上山车。他们还好吗？不知道。莎莎，莎莎，两个人呢？莎莎，莎莎跟子子。子子。哦，有子子。他应该还好，因为他是轻重而已，他有浪。莎莎呢？在那里，对，没看到，直接撞上去。对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my god! 感觉他有受伤哎，他好像抱着他的手。心婷没事，心婷没事，还好没事。手套拿起来。OK 吗？吓到，我们受伤。受伤吗？没事没事。还好吗？应该有受伤。没事没事。坐下对，你刚第一名，但是因为他撞出来，他是从旁边先撞出来，所以他或者是他把他走错路，所以他把那个撞出来，所以挡住我们的路。对对对，我们走的是对，你们是对的。他这受伤，很重，啊，他这里受伤了，他这哇，这感觉他这很重哎，他很重，他是要摸冰珠啊，走。那怎么办？没事，没有关系，我们会想办法，没有关系。输了也没关系啊，没事。这个比赛没有你重要。对啊。手先压着，然后先不要去动它。好，对，先压着就好了。我觉得是我自己没有那个力气去搬它，我是当下急着要冲，然后就是没有抓好那个力道，所以导致车子整个失控，就是完蛋，就是我搞砸了，然后也很对不起黄队。